男人聊天时有这五个细节表现，说明他一定对你动了情。男人虽然没有女人心思那样细腻，但是他在喜欢一个女人的时候，也会变得很小心翼翼。他会在意对方的一言一行，会喜欢跟对方交流很多，对他会表现出跟别人不一样的方式。如果一个男人跟你聊天的时候，有这五个细节表现，说明他一定对你用情了。一，会在得空的第一时间回复你的消息。一个在意你的男人，可能因为工作忙或者有其他事情缠身，而不能时刻盯着手机秒回你的消息，但是他一定会在得空的第一时间赶紧回复你的消息，因为他心里在意你，他喜欢跟你聊天，他对你有喜欢的感觉，所以他忍不住会这样做。二，你只说过一遍的话，他却留心记住了。男人在意一个女人的时候，一定会很认真地听你说话。有时候你可能只是无意地提到一件小事，但是他却会悄悄留心记住了你说的话。这种记住是他主动性的选择，而非刻意地去记住。或许他自己都搞不清楚自己什么时候变得这样细心。三，喜欢听你唠叨各种繁琐的小事。男人开始对一个女人动情的时候，一定是喜欢她跟自己说很多话，讲很多事情，哪怕这些事情都是她日常的一些经历，她也会乐此不彼的倾听，她不会觉得烦躁，她会觉得这是一种享受。四，会跟你分享她不轻易跟人表露的心情。男人不轻易跟别人讲自己藏在心底的故事，也不轻易在别人面前表露自己的心情，但是对一个女人有好感时，她会愿意跟她分享自己的心情，愿意对她倾诉自己的一些过往。五，眼神中表露着他对你的情感。男人对一个女人动情之后是热情主动的，他或许不会赤裸裸地表白自己的情感，但是他对你说话的眼神一定含情脉脉，深情款款，相信女人自己一定能感受得到。